为了追寻极致的味道，启程、跋涉、落脚，人和食物的脚步从来不曾停歇。采集的味道，收割的味道，捕捞的味道，演化出不同的形态和风味，聚散之间变化万千。无论脚步走多远，在人的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，熟悉而顽固。每周一晚间9点，爱 TV 旅游台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尊荣呈现。